可以再大声一点。我好像快不行。快睡着了。不行睡，不行睡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看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看你。其实这时候可以动了，就可以。好，对。我一警卫。等等啊，可以动了哈。你这样真的很危险。太早进化了，所以现在是关的，关着的了，关着的了。对不起，他不好意思，他不太会，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一直以为还是开的，所以我超怕被发现。要不然我要这样偷听。我们是松一点点的，松一点点，你要反过来是不是，这边也可以啊。来，A G 还好，A G 要选那个掉。A G 高手放旁边秀那个。那我这个要没关系，你要当鬼也可以啊，用不上的。其实就是一个照明的感觉就好。照明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应该是总音乐被关掉了。好，一半忽然关掉。完了，消底会戳到，这样子就照空间感。好，两个都有光。好 ，OK。在那边就好。分公司交给你处理了，你知道空间感。六。本来是因为外面充了一个人，好，然后我关掉了，闹了吧你？怎么办？没有电，我们出得去吗？我来试试看。就大家奥多波伸出去，你伸出去，你伸出去，对对对对，伸出进来，对对对，你往你再往退回原来的位置，真难演呢，那整个。戏剧课老师教的画面都出来了。在上戏剧课的时候，老师都说你现在下了一场大雨，你要拿了雨伞去那边买东西。这现在感觉跟那是一样的。哇！好，阿林，你快出去！走低就好了。对，我只能自己拉自己。对对对，这样子。好。左右护。哇。好难的，昨天你的手流血了，没关系，我看一下。什么啦？我的也没讯号。好，来吃讯号。我先看看还有没有人可以来帮忙。没讯号。来，再一个车子声。有声音不是我，不是不是，你不是要叫我说先不要搬了，我来叫看人家帮忙吗？好，对不起，刚刚。你知道这样自己搬自己很痛哎。来帮忙，那背面我。早一点闭眼，就他在动的时候你闭眼，觉得你同意他，你安心让他亲你。好，对不起，再一次。不是，我觉得你很难弯下来。你别管我。我就是有好腰力，你不用管我，弯得下去的。海林，你醒醒啊！海林，跟你们看到你醒醒。海林，好。海林，好。好了。我才知道我是谁，我才知道我是徐
我才不怕呢。好，来准备。干什么？自己就让我自己。哎呦，呜、哦！哎呦，这是一个不能用的。OK 吗？OK。OK。好。你就这么没有用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真的死了，告成成游戏。虚伪的思维。好，得靠脑袋。海林，西伟，海林，西伟，你看人家海林，本身是自己就在这里纠结这个西伟，没有，我觉得爸妈没有那个，那我就很清楚。我一直跟你说，有西，西伟，有西。你早点跟我讲，你刚刚可以提词啊。对啊，有西，你要干什么？讲在包里，交在绳子上面就好了啦。不行，我没办法对一个女生这么暴力。你要。你这时候起蛮气，你帮起一下。不要，你在干什么？那你才在做什么？你力气很大啊！我真没想到，四级就被发好人卡了。我想这样抱着你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位小姐幸灾乐祸。我就说我是西维的嘛。演这部戏我才发现我这么倔强。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了，我很幸运可以演徐白灵，谢谢编剧写这一场，这场戏才是海林最好的书，因为多久了他都只能是压抑的哭，也是压抑的，然后偷偷的哭，偷偷的哭也要动作也是不能很大，都是偷偷的隐忍的，因为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被菲菲发现，一不小心就会被谁发现。好，我定位在这场戏才是他的书法。我觉得在右戏已经开始升级了，他的那个 CP 值嘛 ，HP，CP 值，HP 升高啊！我在想说，这一个一定要比感情还要崩溃，因为他。很想死，而且好了，就是他们就是没怎么样，但是他就是对他的感情其实五年了，真的还蛮多的。我觉得真的离开会很难受啦。大家就是其实有网友问我说，你怎么哭的，怎么哭得出来？我觉得我自己是，我真的是徐有希，然后我真的很爱希维，对，不是为了钱，好。让你吃，怎么这样弄的？这样又熟啊！你没有我，因为这样关系。我是猪肉，你可以不要。那你可以不要，你可以你可以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我会跟着修一点 size。就弄吧。可以啊，导演。你看他一下，对不对？这样怎么会？你手不用抬起来，放在他中间啊！我会让你吃，对啊。旁边加导演的经验值，噔噔噔，好噔噔。开机喽，录像开来喽。不要不给。亲的时候看他脸就在抽动，又要恶心了。心里另外，他演完应该崩溃吧？你知道双鱼座心思很细腻，演得好啊！你再讲，我等下台词哭着说。我都不敢看他。为什么？我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游戏。说我对不起你。没有关系啦。身为一个好演员，把你都亲了牙力了。